来讲庆安宫老人哦，才第二日啦，第二日再要来遮。第一日去七股西平，七股啊，去北平三里。第二日就来到这南平，南平这哦，咱们溪岸边啊，遮东港，东港啊，后西港啊，后新港啊，后中港呢，哦，西港区安尼遐大。啊，第三日讲伫个岸岸大岸，咱们溪大岸东平啊，东平个，啊，咱们溪大大岸北岸北个。我顶人啊，下面厝啊，你摆个下面厝啊。